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哈。大家好，早。我们这堂课，咱即节课的题目是啥？为正咱的台湾战争史正经的历史吼来看台湾的地位对吧？啊，拄啊早起的时阵已经有甲大家介绍台湾战争史吼。即个较紧看，为虾米？因为秘书长讲拢总要出五本哈，即个第一本、第二本，好，咱来后摆读个册愈来愈侪哈。咱今年要集锦哈，所以各位一定爱哈养成看书的习惯，这足重要的。嘿，你一个公务人员哈，如果没有知识与日俱增哈，像以前中国人安尼哈，敢那也要走后门啊，有关系哈，你也足惨的。我跟你讲真的，嘿，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哈。每天哈，你只要上官网，你逐天去你官网哈，你都会看到咱的台湾战争史。你若要看详细呢，隔天我有各位看哈。啊，咱要上课之前先哦，各位了解讲，咱台湾民政府咱的主张一个立场哈。那我们派生哦，因为我有一挂感冒哦，所以讲话今日讲话较红声哈，请大家见谅哈。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怎？咱要我们要那个开训的时候，不是拢讲过这段？秘书长有读过，各位记得吗？嘿，啊，这意思吼，你一定要了解，因为你去外口，你刚讲的时候，人来讲啊，有可能跟你讲，我不爱震惊啊，我不爱羞怕啊，哈，我们不想要在台湾再有这种流血，从以前，哦，国刷族，哦，啊，日本兵，哦，啊，咱台湾的人民，哈，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一直想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可是都没有成效，嘿，一直到现在为止，咱台湾的人，哈。咱台湾的高沙族，而且我们台湾的任何的那个代表队出去比赛，都没有办法用台湾队。为什么？联合国没有承认我们有任何的可以有机会加入联合国的机会啊？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啊，那中华民国真的在台湾吗？为什么他到国外去哦？奥运代表队叫做中华台北，那中华台北代表什么意思？嘿。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所以流亡政府在台北哦，从这里就要开始跟各位报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流亡政府在台北的意思就是说，他先暂时寄住在台北。你看，像越南难民到香港，啊，像那个法国的难民哈到那个英国，像那个波兰的难民到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哈，在英国同时有三个流亡政府，同时有两个流亡政府，加上英国自己的政府在伦敦哦。所以会有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然后那个波兰流亡政府也在伦敦，那英国政府也在伦敦。那请问一下哈，法国政府可以在伦敦就地合法吗？波兰政府可以在伦敦就地合法吗？我们都知道不可以嘛哈，南龙在北塞嘛，不可以在伦敦就地合法，因为伦敦是谁的？英国政府的嘛。那为什么伦敦是英国政府的嘛？啊，为什么？中华民国可以在台湾就地合法。到那个时候的中国难民哈，来到台湾，基本上来讲，他只是流亡在台北。那为什么他会变成中华民国那里就地合法？这里面有一连串的错误哈。等一下，我们从战争史里面，如果有机会哈，我尽量告诉各位，那是一连串的错误造成的，造成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现在哈是要去做对的事情，我们不要再一直只把事情做对。不是说哦，中华民国台湾当局在台湾可以执法，可以怎么样哈？那我们现在要把事情做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根据国际法理、国际公法哈，从1830年拿破仑战争之后，国际就有国际法，有战争法，有万国公法，这是国际上大家拢了解，大家一起来遵循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因为今天哈，日本、德国、美国他们注重游戏规则，所以哈，他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强大。啊，为什么中华民国一直走不出去？因为他不遵守游戏规则。他从68年前就不遵守游戏规则，为了在被你剪头开始改变咱台湾人民的思想。都啊，咱秘书长讲过，潘议长也讲过，到现在，慢慢各位要去了解。我们这三天的受训就让各位去了解，将来执政你当了公务员之后，你不要一当公务员就说啊台湾要独立，
啊，你就随去用鞭刑呢，因为你完全不了解。我们现在去当政务官，我们就是要让这些台湾人民了解，68年来他们被骗了，因为我们骗了60年，我们要导正他们错误的观念，我们开始做对的事情。台湾国际地位要怎么样才能够正常化？当初台湾是有主人的呢，我们台湾因为有主人，所以呢，台湾我们是有国籍的。那我们的国籍是被中华民国拿掉，然后他帮我们改中华民国国籍。我们有国籍，国际上都承认哦，我们的国籍日本籍，全世界都承认。然后他一把我们改成中华民国国籍，全世界都不承认。那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各位就很清楚了解，我们本来是日本籍，全世界都承认。然后突然我们被改成中华民国国籍，全世界都不承认。啊，像做丢，像做不丢。那我们的国际地位要怎么样才恢复正常化？所以你要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要恢复正常化，第一个就是要恢复我们的原来的国籍。我们到目前为止，国际上都承认我们无国籍。我们的人民代表出去参加奥运比赛，到世界各国参加什么组织，都是中华台北。这是不对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怎么可以用这个来代表一个国家，来代表台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到底是不是？不是。为什么？这些战争史里面，等一下都会慢慢的告诉各位。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民政府最主要的目标，要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才能够走出去。很多的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哈，各位一定要了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一直想要主导货币，他一直想要成为货币大国，他想要人民币成为全世界主要的发行货币，有可能吗？告诉你，为什么不可能？我们很多时候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货币战争这本书里面有写，哈，在世界货币基金会，哈，他们投票权呐，是看你的趴数。好，看你占有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货币基金会，他们的占有率哈，不甲4%，3%多。那你一边要主导世界的货币，你知道美金跟日币这两个国家占有率，在世界货币基金会占有投票的权利，1% 就一个投票的权利，他们占有几个 percent， 各位知道吗？超过30%。所以人民币哈，国家安那变，伊嘛不可能成为世界主要发行货币。为什么？因为现在世界主导的货币就是美金、日币、欧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如果你们各位了解了，台湾我们的政府哈，我们将来台湾民政府靠各位哈，台湾才有救。各位知道吗？所以一定要了解，包括为什么以前我们要恢复以前在我们当日本人的荣光。我们要去了解中国哈，教我们教了很多事情，让我们哈开始不按照游戏规则。为什么日本、德国他们的教育可以做那么好，美国的教育可以做那么好？因为他们遵守游戏规则。这个今天等一下的课程后面，我都会慢慢跟各位谈到，让各位了解为什么守游戏规则，让人民之间互相可以信任，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兴盛。在台湾，人民之间没有办法互相信任，台湾很乱了，你看不到的乱了。从上面乱到下面，从上面乱到下面，连小朋友都无所适从，小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嘿。所以慢慢的，我们哈可以透过我们私底下可以聊天了哈，可以来慢慢的去研讨，让各位哈法理的那个观念更清楚。所以你要从台湾的一部整个战争史来了解台湾。好，那接下来讲的那个就会很流畅的进行哦，各位手机记得关机哈，不要手机铃声响起来哈。第二个，你一定要了解日本天皇、日本天皇现在有台湾的所有权，美国总统有台湾的占领权，日本天皇有台湾的所有权，美国总统有台湾的占领权。为什么日本天皇到现在还有台湾的所有权？这里面战争史里面就有提到哈，日本天皇放弃对台湾的 title right claim。哦，我不是在卖弄英文，哦，在意大利对索马利亚的和平条约，他是有放弃的 title 跟 right claim，哦，就是对这个国家有主权，他才会暂时放弃。他放弃的是这三个，他放弃对台湾的这个现在所有的，哦，台湾的，他行使的权利，但是所有权一样在他身上。为什么所有权一样在他身上？待会儿我会透过几篇的战争史让各位看到。
那美国总统握有台湾的占领权，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日本战败的那一刻开始，从麦克阿瑟派蒋中正哈，派蒋介石来台湾来实行占领权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美军都一直对台湾握有占领权。其实美军现在已经在台湾，美军在台湾哈，那个台湾的电视媒体哦，那么有去报道，他在台湾哦进出自如。在前年吧哈，美军啊不小心把他的核弹头啊哈。运来台湾，不小心的，这是电视报道的，然后运到台南的基地再放，然后呢，台湾的阿兵哥也是很正常，美国机防公司一来了进去就给他封仓了，也没有去注意到，然后一年多以后，美国突然发觉他在清点库存，哎、欸，他的核弹头细了不起啊，所以半夜哈、哦、派军机在清泉岗降落到台南去把核弹头拉出来，然后再载回去美国，台湾弄不在，台湾的。国防有这么脆弱吗？没有啦。那为什么美军可以这样进出自如，不用跟台湾报备？到第二天早上，那个我们那个美国的那个在台协会的会长，伊才打电话甲国防部部长讲啊，我有物件寄伫恁家藏唔着，我已经运走了。然后国防部部长讲啊，早知影吼，伊的核弹头寄伫咱家藏唔着，咱花一年多去研究，我们的科技会大幅的进步，就好笑吼。也米给他运进来放错了，到运走了，我们通通不知道。你知道你现在可以去网路上打中华民国行政院也不见了，所以你会发觉哈，这些一点一滴，台湾正在改变，你们刚好赶上这个改变的这个很好的时机点，哈。台湾民政府的主张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法。内底有万国公法、国际证件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这是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这咱两个主张，吼、哦。啊，咱的立场是无要使用暴力，也是武力。咱无要使用暴力，无要使用武力，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跟甘地一样，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们会不会成为革命先烈。秘书长有一不断的告诉各位，我们是什么？革命先行者啦。你知道我们是革命先行者而已，我们不会成为革命先烈，因为有人在给我们保护啦。你别烦恼，咱现在要去接政权哦，咱嘛不是要跟国民党接政权啦，咱嘛不是要跟中华民国接政权啦，咱要跟谁接政权？咱要跟美国军政府啦。所以美国军政府会跟马英九请走，啊，把政权交给咱，这是美国在处理的，所以咱拢未去跟中华民国起冲突。所以咱无要使用暴力，嘛无要使用武力，这是美国交代，哈，因为他们是台湾当局，他们现在还在管辖台湾，还没有停止对台湾的管辖，所以我们不要跟他起冲突。啊，必须嘛一再的交代我们，我们不要这个想哈，好像我们已经快执政了，我们就开始有老大的心态，咱的官一样呢，买啦，因即卖嘛是贼头嘛，对吧？还是警察嘛，哈。他们还是条子嘛，他们还是有那个配枪嘛，我们干嘛去跟他那个过不去？啊，警察把我的车子拦下来，我也很客气啊。警察也把我车子拦下来啊，一看到我挂两对白啊，一对红白，一对白白啊，好、哦，伊嘛把我拦下来啊。啊，拦下来我请安尼嘛，因为我都要去演讲，所以跟他问讲，哎、欸，先生，请问一下，这是哪一国的大赛的车？伊安尼跟他问呢，伊讲这是哪一国大赛的车？所以你伊足客气甲你问，你嘛足客气甲伊问，我讲这是台湾民政府的公务车，哈、哦，伊讲什么叫台湾民政府？我讲你上台湾民政府官网，台湾这边换建款啦、啊。你很客气跟他讲，他就真的是一愣一愣的。我说你上，因为我在赶时间嘛，所以我讲你上台湾民政府官网去好好了解一下。所以咱足侪警察哦，已经拢来遮，现职的警察拢来遮上课，公务人员嘛拢来遮上课，啊，不过是偷偷来啦，唔敢想张扬。他们在网络上，他们自己都会看得到消息，他们自己会去判断，我们自己要去判断。所以，咱主开戏，咱都无被使用暴力，无被使用武力，但是我们促使各种方法，让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因为一个流亡政府，伊早都爱离开啊。伊当初吼应该像难民安尼吼，像越南难民到香港住在难民营里面，我们应该提供一个难民营给他。结果后来改名叫眷村。那提供那个地方给他，是他要在那里面不能乱跑的、欸。难民营都是有管制的、欸。可是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哈，那时候英国政府他们有武装，哦，所以波兰跟法国他们不敢对他怎么样。那台湾那时候没有武力，没有任何武力，我们的武力全部都撤退了。我们那时候的武力，我们中南部去港口去迎接中华民国的阿平哥里班呢，啊去送日本兵呢，啊去迎接的时候，伊足失望的呢。人家日本兵要离开的时阵吼，拢穿个足整齐，吼，很有秩序，啊。中国兵入来是安怎？你敢知影？足乱的，啊穿迄啊嘿，啊个排一个迄什么锅碗瓢盆安尼嘿。伊讲安尼敢丢？我们把这么有纪律的军队吼迎送出去，然后把这么一群难民吼乱七八糟的人啊迎进来。啊讲欢迎光复台湾嘿，然后就台湾光复节。迄时阵我阿未出世，我中南部讲哦，伊看较足失望的。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告诉我们，伊拢甲阮讲，阮拢感觉吼，迄个时阵吼，咱袂接受台湾民众，咱讲，阮中南部是毋是个外地过去？因为伊拢甲我讲，我有日本名，我是日本人。这是真的。日本那时候治理台湾的时候吼，你如果要规划成为皇民，你就要改成日本名字，你就可以用日本名字去申请那些土地。好，那个等一下，我们里面也会谈到，一篇一篇都会谈到，让各位了解这里面有一些关系。所以中华民国有机会哈，去占领这些台湾人的土地，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改成日本名字，所以当时日本人已经撤退了，所以这些土地要还给我们。好，实际上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好，那第四个，台湾民众的立场，咱对中国的殖民政权哈，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哈，推动的事务无合作啊，无配合，不合作也不配合。第二，你肯定要有防范哦。你莫，我没有告诉各位说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基本上我很多事情我都不配合。我宁可我不要那个福利，我不要那个权利，权利是给知道的人啊，义务哈，每个人都要想，每个人都要尽。那哪不了解其中哈？你们我们会不会觉得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对不对？当兵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对不对？哎，你老公啊，你会觉得义务都要尽，然后你有什么权利？你唔知，他权力不会告诉你啦。所以像那些哈纳税啦哈，什么当兵啦哈，缴健保费啦，缴什么国民年金啦，你可以决定哈，你可以不合作也不配合，但是你就要不去享受那些福利了。你可以有自己的做法，像我家己我就开始练习不合作也不配合，因为那边叫捐款啦，那就了解。我们很清楚我们要接政权的，我们要开始有新观念跟新思维，我们要开始做对的事情。好，那个台生从第一篇开始，哎，我第一篇先让各位看一下。中国人吼一直讲吼，台湾是因的，台湾是因的。第一发力吼，因早都输去台湾这块拓殖地。这些战争史，各位在官网每天都会有。像目前进度吼，每天三篇，你每天真的可能要花一个小时来仔细看一下这些文章，好。马关条约或者下关条约啊，这个历史理由自古以来做借口哈。有鉴于此哈，美国台湾民政府就历史或地缘来阐释台湾的史前历史，咱好作为中国人哈，嘴拢塞起来，好咱的世界搁和平啊。咱为1950年哈，在1月16日开始看联合国政治安全事务局哈 ，Stan 先生他在1950年在1月16日的会谈记录哈，杜勒斯。咱很感激那个杜鲁门跟杜勒斯这两个人哈，对咱台湾帮助就大，因为哈他都一直的哈在暗中的帮助台湾，让台湾的国际地位哈一直要正常化。他让我们台湾免于中国的毒手哈，让中国一直，比如说他们哈一直像那时候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开罗宣言里面有提到，中国哈不得去对外宣战，不得去占领别人，好，然后那时候。那个杜鲁门啊，派第七舰队到了台湾海峡，他一派过来的时候哈，还杜鲁门哦，跨界，那个什么那个毛泽东跨界，所以派军队哦，一共哇，被把韩国占起来，所以一派军队帮助北韩来打南韩。那杜鲁门他只是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他没有实际的行动哦。啊，毛泽东自己沉不住气了。那开罗宣言里面有提到哈，如果中国对外开始侵权哈，开始去侵略别人哈，开罗宣言自动失效。所以他那时候派军队协助北韩去打南韩的时候，他就已经哈开罗宣言就已经无效了。所以只要这些中国国民党他们在提到说开罗宣言啊，开罗宣言，开罗宣言炸得不好啊，
先要看旧金山和平条约。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它里面有提到台湾最终处分的原则，其中第二点。嗯，我要下一页，怎么没有办法下一页？不是往下就好了吗？除了相对短暂的日本统治之外，几个世纪以来 ，Formosa 一向是中国的一部分。基于该岛的历史跟著名的血统特质，该岛主权最终应该回归中国。这个历史记录可以得到很多美国人对台湾哈不了解啦。美国当局过去一方面认为福尔摩沙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另一方面误认本来就居住在福尔摩沙岛内平埔裔、高沙裔的福尔摩沙原住民是中国的血统。这东西误认，因为伊不了解台湾，他没有在台湾，所以他不了解台湾，所以误认福尔摩沙应该回到中国。有鉴于美国当局他们对福尔摩沙的错误认知，中国人就加以利用。台湾民政府有必要追查福尔摩沙历史轨迹，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400年的信史哦，从400年前开始的历史，史前福尔摩沙的大员，现在台南安平市区哈，早就有旺盛的国际贸易。刚刚早上哈，那个潘议长有讲哈，中国方面而言哈，大明帝国在洪武4年例行海禁令，所以大明帝国�洪武4年例行海禁令哈，到天启4年，大明帝国福建巡抚跟荷兰人谈判，要求荷兰人撤离澎湖的时候，大明朝仍然是禁止中国人到大原贸易，就是台南的安平市区。所以呢，当时能够进出大原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国人，其实是来自日本的华侨，相对于来自日本的中国商人，只是基于商业利益进出福尔摩沙，并非真正福尔摩沙的住民。在1600年左右，已经有许多日本人定居在福尔摩沙岛上的大原、台南安平市区。1600年前。日本人，因为当初哈，那中国也在历史在考据嘛，啊，日本人从中国跑出去，那不管怎么样，至少在日本啊，在这个 Okinawa， 在台湾，这那时候都是日本人驻扎在这里，在福尔摩沙都是日本人，1600年前就已经在这里了。17世纪初哈，福尔摩沙是日本主控的，天主教耶稣会哈，当时住在马尼拉的萨拉扎主教哈。他还有他教士留下的资料，荷兰人是获得日本幕府的许可哦，得以自澎湖转进福尔摩沙的台南安平设立贸易据点，而且派人到京都向日本幕府将军进贡。荷兰人来做行李，东西得到日本的允许，所以台湾到底是谁的？只是台湾是一个小小的海岛，我们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啊。为了68年前开始，伫开始教咱历史的时阵，就开始伫甲咱怪啊。已经怪咱68年啊，和咱台湾的学生囡仔，拢感觉台湾有光复节，吼，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是安怎安怎，拢看到错误的历史，所以从现在我们要导正，我们要开始做对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各位要受这3天的训练，你更了解台湾的历史，将来在执政成为公务员的时候，你才不会被误导。不然呢，吼，你下骹的公务人员10月、20月拢在跟你讲。讲啊，你唔对啦，你唔对啦，讲久啊，你讲讲，我刚刚真正，是我唔对，恁对，结果因20几个拢唔对，其实是你对，啊，叫你用讲啊，所讲啊，家己倒去，因为你概念无清楚，所以你新台湾论哈，台湾战争史一定爱好好看。我告诉各位哈，我建议各位哈，可以像我一样，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我拢超过5点，我6点我都起来，我都开电脑看台湾战争史。你养成一个习惯，你就一个。这也是一个，因为我要跟各位讲，从台湾战争史看那个台湾的地位嘛，所以我不得不每天都要看。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每天这样看，每天这样跟把今天的战争史跟人家分享，跟我的小朋友、跟我的家人分享，你就会强迫自己每天看台湾战争史，这样你的专业知识才越来越进步。人讲学西亚爱外久，学外久，学一个西亚，3年4个月嘛，人拢足清楚的嘛。所以你即摆家己当作学西亚，你伫学台湾的历史。你阿拜要教你的公务人员，你阿拜是老师呢，你拢教你阿拜出去是带一群公务人员，你是政务官呢。啊，结果你伫甲因教的时阵，你家己随叫人教倒去，因拢迄个事务官有诶拢朴素呢，足好讲诶呢。你即摆比因较专业，所以你一定要讲正确的台湾历史给因听，无可能叫因讲较倒去。你还要引经据典，这个你可以跟他很了解。伊甲你讲台湾早就是中国诶，毋对，1600年前日本人就伫管台湾啦。啊，中国咧？中国一群公吼派人来一群，因为那时候日本实施海禁令，那个时候那些国家有的一些国家都会在无缘无故，就像日本就不准对外，好，但那时候也是实施中国才有机会趁机进来，然后趁机进来，他设立几个据点，都好像
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地图？好像一个独棍啊呢嘿，台湾呐、啊，它只有旁边边边而已，其他的地方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都是高沙族在自治，所以根本就没有占领整个台湾。他们都把台湾当作一个拓殖地，把台湾当粮仓，把台湾当一个转进的据点，就好像那个当初那个硫磺岛一样。所以他们对台湾都没有真正的去哈用心，一直到哈那个下关条约之后，日本人开始在我们这里建造下水道、建造铁路，开始真正的想要建设台湾、统治整个台湾，然后开始在台湾实施皇民化，让台湾有参政权跟参战权，台湾的人民可以去当日本兵，这些让在1945年的4月1号，日本天皇宣布台湾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才真正有一个归属哈。才有房东啦、啊。明末哈，明朝末年呐、啊，那个有一个叫彭孙乙的人哈，他在《靖海志》里面，他就写那个他的航海日志哈，提到荷兰人据台湾市哈，他在万历中1600年的时候，台湾是日本所占据，哦，他们都喜欢称呼那个占领者啊，反正就是我们台湾有学到这个日本一些习惯啊，咱呐吼，看到迄较外乡的加一个哈阿多噶哈。然后还呐，是不是都会加一个那个啊、哦？不喜欢的，我们就后面那他就称我们日本倭寇了哈、哦。在1620年，荷兰那个荷兰红毛人从西洋来，然后呢，巡抚叫人家去教化他，然后他们来到日本，在台湾哈、哦，然后一年给那个明朝哈、哦、鹿皮30000张哦，那些巡多块钱就贼哈，求中国人加以利用，台湾民政府有必要追查哎。然后那个求台湾互市哈，大家互惠。那时候日本倭寇哦，居在台湾者信奉天主教，所以答应他在那里哈租了一个赤坎城，今天的安平镇。荷兰人既然得到地方哈，然后就开始跟那个日本人哈开始抢啊，然后呢去教他们这些天主教啊，开始哈，然后开始他们两个就打架了啦，然后打来打去，结果他们全部都走了。都离开了，因为那时候日本也开始海禁了，所以呢，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文献。所以在1600年左右，福尔摩沙已经有日本人聚居，荷兰人是每年缴纳30000张鹿皮为条件，换取日本幕府同意荷兰人从澎湖转进至福尔摩沙的大员，作为荷兰人跟中国人之间贸易据点，就是历史书所称的荷兰人在福尔摩沙投靠日本。这是明末的学者彭孙乙明确的记录哦，好、哦。那1624年8月，大明帝国福建巡抚哈南居易以重兵，然后呢谕令荷兰人撤出澎湖，双方相持。旅居日本长期贫富跟日本政商关系良好而活跃的，跟日本跟福尔摩沙的大海商李旦被推荐为调解人。当时因为在福尔摩沙从事商务活动，得以就近前往澎湖居间折冲，在郑芝龙居中翻译之下调解之后，荷兰人撤往已经有许多日本人居住的那个台南安平。尽管如此，荷兰人在大明朝反对之下，始终无法如愿获得中国贸易的许可。所以历史里面有讲到，荷兰人在旅居日本华侨李旦调解，承诺每年向德川幕府进贡30000张鹿皮。所以呢，他获得德川幕府的许可，从澎湖转进，到1662年被郑成功取代。所以福尔摩沙的信使时代可以说是在荷兰人拓殖那时候开始。那中国明朝开朝皇帝太祖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把这个跳过去，让各位了解最早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然后将后来才是中国开始进来，然后那个下一个，那个台山下一个那个战争史哈，所以你就会慢慢的去了解到说台湾的整个历史的渊源，然后你再了解台湾为什么是有房东哈，好。这个没有办法放大一点吗？好，台湾人国籍的演化。1895年4月17号，根据甲午战争的结果，大清王朝跟日本帝国，所以是日本天皇哈。然后在光绪21年的3月23号，明治28年的4月7号，在日本马关，就是今天的下关市，签署条约，原名为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日清讲和条约。
那时候签的条约哈，里面包括哈，那个辽那个后来新签一个辽南条约啦，因为那时候清朝把辽东半岛也一起，辽东半岛也一起割给日本，但是引起世界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反对，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哈，1895年，那时候世界已经有万国公法、有国际法、有战争法，所以那时候有提到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所以占领不能移转主权，他可以哈拓殖地，他可以移转那个那个殖民地，他可以移转，但是辽东半岛是属于谁的？中国的，所以后来又定了一个辽南条约，那个辽南条约就把辽东半岛另外割出来还给中国，因为它不能移转，把它变成日本的。所以各位可以了解哦，那时候国际上已经开始有人在很认真研究国际法、战争法，所以那时候就有人提出异议：你辽东半岛不可以割给日本，因为辽东半岛不可能变日本的，辽东半岛从以前就属于中国的。所以你想想看哦，从这些条件哦，你。等一下，那个我们的潘老师他就会告诉各位哈，你从这些条件你就可以了解，当初辽东半岛要还给，要重新订辽南条约，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那为什么台湾、澎湖这些就不用再重新订约，就可以直接割给日本，永远的割让给日本？各位了解吗？因为台湾不是属于中国的，台湾如果是属于中国的，当初世界各国就会去反对。就要像辽东半岛一样，重新订辽南条约还给中国，各位知道吗？这个逻辑你要很清楚这些概念。所以当初全世界都知道台湾不是中国的，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自己会认为我们台湾是中国的？为什么？对啊，我们被骗了嘛，我们被一个现在最厉害的诈骗集团骗我们骗68年。你真正吼，你真正当年给伊钱吼，你叫伊卖去啊，搁当年替伊算钱，你知道？哎，这是真的啦。我们以前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在讲那些是真理，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以为那些是真的，所以就傻傻的跟着去当兵。我还跑到马祖，我差点死在马祖回不来。我真正底下做兵，哦，讲到这吼，都哎，莫要讲了。那在那里刚好遇到那个伊拉克跟那个，伊拉克跟哪一个科威特的战争，我们都有一些震惊。哎，刚刚我们在马祖北干，那要死守那个基地，不会有任何补给，每天都真枪实弹。我也想过存能够会被退伍，哎，惊一个，哎，真正惊一个破大呢。一共没有任何的资源，哎。好，我们现在了解哈，那时候签署订立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日清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战争结束，清朝代表是李鸿章跟李经方，日本代表是伊藤博文跟陆奥忠光。根据马关条约，大清帝国割让台湾澎湖领土给予日本帝国，我为背后叠中国山东的烟台两国交换的批准书，这是日本有史以来因为战争而取得新的领土，这是战争取得的新的领土哈。啊、那以前1600年前，他最早在这里，然后他又禁海令，然后又没有出来，所以这些到目前为止，他真正经过周遭世界各国的承认，他取得了这个新的领土。马关条约第五条里面有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2年之内，日本准许中国让该地方人民自愿迁居。然后台湾又有一批移民潮啊，我把我日本统治啊，所以吼都离开啊，啊离开了无偌久吼，2年拢家己个走回来。大部分又跑回来，因为离外靠东北掉，这里还是比较好，宝岛宝岛嘛哈。该地方以外的人民随意变卖所有的产业离开国界，但是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着疑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2个月之内交接清楚。哈、哦，这是英文的条约哈、哦。马关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依照法律拥有台湾澎湖领土的主权，对于居住于台湾的人，该第五条规定，2年之内没有移出的台湾人，由日本决定是否为日本国民。为什么由日本决定？因为那时候他在台湾他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占有。台湾那时候中国交给日本，台湾只有6个地方，一些屯垦区都在海边，然后东部山上中央山脉那些全部都没有交接。
因为那个不是他管的，所以那时候日本才会开始进行对台湾整个要实施环民化，开始跟我们的高沙族真的是有血有泪，可歌可泣，开始互相作战哦。大家英雄惜英雄，打到后来哈，日本人也很佩服高沙族，高沙族也佩服日本人，到最后他们就完全统一了台湾哈。那时候日本才是真正的完全拥有台湾哈。1895年的6月2号，大清的李鸿章跟他的儿子李经方在跟首任日本台湾总督华山之际，在台湾的基隆外海，就台湾澎湖领土办理交割手续，从此台湾澎湖领土归属日本帝国。那位在气候台湾总统举行史政大典，宣布台湾澎湖居民有2年的思考期，决定是否成为日本的领土居民。2年思考期以后，留在台湾的澎湖的人民，法理身份已经不是大清的子民，但也不是日本国民，应该称之为居住在日本领土之内的住民，是日本的居民，不是日本国民。所以日本政府对当时台湾人一些不公平的措施可以理解。1937年的4月1号，那时候占领台湾已经多久了？整整过了42年。他真的对台湾治理了42年，先战争占领所有台湾领土，开始建设台湾。1937年的4月1号，才开始实施皇民化的运动，才开始限制台湾人使用他的母语啊、报纸啊、禁刊汉文。一到1939年的5月19号，总督小林吉兆哈在东京宣布对台实施皇民化的政策。1940年的2月11号公布《台湾户口修规则修改办法》以及《民改日姓名办法》。官方说法是化育台湾人为日本人，这个时候在日本台湾领土的台湾人才有机会就日本政府提供的方法，让台湾人在法理身份由日本居民借改换日本姓名的方式宣誓效忠，成为日本国民。那时候还是使用那个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宣誓效忠成为日本国民，也是宣誓效忠日本天皇。好，一直到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开始修改宪法，他们不再效忠大清帝国，所以真的那不再效忠那个大日本帝国，所以现在真的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在施行，就是台湾。好，美国跟伊拉克战争，美国拥有美国居留权的美国居民如果自愿参军，其身份立即转成美国公民。日本当初采取自愿或征召台湾人加入日本军队，其实借从军方式宣誓效忠，完成皇民化，将台湾人变成日本人，这就是台湾人在日本领土内经由同化效忠而变成日本人的过程。从1897年到1930年，台湾人不断在日本国土跟台湾，日本国土台湾跟日本政府对抗，一方面反抗日本初期对台湾人不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因为台湾已经脱离中国，台湾人当家作主，意愿强力，开始有台湾独立思想萌芽。日本政府在1934年在台北植物园里面建立建功神社，悼念日人在台湾阵亡殉难牺牲的人达到13182人，引起了震惊哈。高沙族的人死了很多，他们也死了蛮多的哈，他们也死了13182人哈。日本政府统治台湾期间，推动台湾日本化及台湾人皇民化，不遗余力，费尽苦心，历史文件有详实的记载。台湾人反抗时期过后，从1937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依照国际法理开始执行。你乃按照国际法理，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到哪里去，你都可以执行得很好了。历史记载哈，1937年4月1号皇民化运动开始，1945年的4月1号实施平等法。8年的期间，台湾领土地位已经从殖民地性质转变成为日本国土。台湾领土成为日本国土，延伸而成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战争结束以后，台湾领土由中国流亡政权占领，日本投降之后，到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台湾仍然是日本法理国土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哈，真的是那时候麦克阿瑟哈，真的是我们最大的仇人哈。哎，还有麦克阿瑟高架桥这样，真的是为什么？因为当初他把日本的大日本的帝国的宪法改变了。变成日本宪法，所以日本天皇的权力被架空，他要派蒋介石来占领台湾。这一连串，我觉得麦克阿瑟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对台湾本土人真的很不友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虽然台湾仍然是日本法理国土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大家长日本天皇，日本天皇他没有条件也没有权力出来讲话了，因为他的权力都被 suspend， 都被吊起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现状之下，我们只有默默的忍气吞声，因为人家有枪嘛，人家有炮嘛，
人家有子弹嘛。讲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分享，那228纪念公园里面纪念台湾的人有多少？台湾在228纪念228事件牺牲的有几个人啊？各位知道吗？真正的在228纪念公园里面没有多少人啊，他说请几千人，没到几千人。但是在日本时代，台湾有户籍的读书分子高知识分子，因为228事件，然后后来那个台湾省政府在清查台湾，那个时候台湾的户口，日本户口那时候就做得很好了，台湾移民有22万个人不见了，所以那个死伤非常的惨重，而且都是无缘无故的。这个我们蔡才元蔡老师会告诉各位，在那时候白色恐怖228事件，整个就对台湾造成非常大的那个生态的浩劫，人文生态的浩劫，因为咱迄阵无大人啊，他要把我们的所有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我们的以前的观念，我们对国际法理有的观念全部把它压下来，让我们变笨变呆啦。波茨坦里面有一个投降书，日本已经失去台湾的领土的管辖权，但是有领土的主权，他没有办法管辖我们，但是一样有领土的主权。旧金山合约生效，让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1950年，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作证上说，法理上台湾当时仍然是日本帝国的领土。1963年，日本首相吉田茂他有写书世界跟日本，强调日本政府只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权，至于归属尚未决定。吉田茂所称的归属应该指台湾领土的主权，针对台湾主权请参考台湾主权论述。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1945年的4月1号，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了，国际上也都承认了，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占领台湾，因为台湾已经是日本国土了。所以像美国国土安全部也一样啊，所以这些国土安全部为什么他们对这些国土都会这么的 care？ 因为有土是有财嘛，这就本来就是我们的国土嘛，啊，本来就是日本的国土，只是日本天皇没有继续办法宣示他的主权而已。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投降，10月25号举行投降典礼，中国武力进驻台湾，开始军事政府的组织，所以那时候他也成立，他是美国托管的军事政府，所以他那时候才有办法带枪进来，没有难民怎么可能会带枪进来？因为是美国请他们来先军事占领台湾，中国军事行政长官公署代理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的领土的运作，开始军事政府的组织，然后呢，针对台湾人的国籍，中国武力来处理。其实那个时候，台湾还算是按照国际法在走，因为那时候是陈诚在管台湾，然后那个孙立人在管军队，这是美国受益的，麦克阿瑟受益的。美国对陈诚跟孙立人觉得他们会遵守国际法，我们怎么知道遇到一个罗摩？那个罗摩刚出不敢直接来台湾呢，蒋介石那时候直接飞到澎湖呢。你们去看战争史里面就很讲，他飞到澎湖，他在澎湖他是流亡难民，他那时候是战败的，所以他不敢直接来台湾啊。他在那边他派他老婆宋美龄去美国交涉，派很多人，派驻美大使去交涉，然后他还问那个孙立人，我可不可以来台湾？你欢迎我吗？我只要来台湾养老就好了。结果孙立人那个宋美龄真的很厉害，反正宋美龄不知道找到什么关系啦。这个以后我们以后民政府都会去解密。那个时候孙立人亲自飞到澎湖，因为我有军队嘛，我有枪炮嘛，他跑到那个澎湖去跟蒋介石宣布效忠，我们随时欢迎主席再回来台湾执掌政权，台湾才开始腥风血雨。蒋介石一来之后，本来我们按照行政法，当初中华民国的时候，他们中华民国的军队来到台湾，他把我们台湾人当什么？当日本人啊，他把我们当日本人，所以他对台湾有三个阶段。然后他开始，把我们改变成为中国人。然后后来呢，他把在从中国到台湾来的中国人也当成台湾人，这是三个阶段。所以刚开始他把我们当日本人，所以他才会实行军事占领，他才会对我们这样子。我们反抗，他就是开始屠杀我们。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直接跑到国际法庭去，不应该去反抗，因为我们是被军事占领的。然后他怎么运作？1945年的11月12号，
他公布台湾省人民回复原有姓名的办法，凡是台湾人民使用姓名是日本姓名，通准在三个月内改为原有姓名，原住民无原有姓名，准参照中国姓名自己定中，因为为什么？你看、啊、那时候原住民都没有中国姓名，为什么？因为中国根本没有统治过他们啊！你看那时候你就知道啦。他说原住民没有原有姓名，可以按照中国姓名。那时候我们家住在花莲，哈、哦，那时候原住民都没有，所以原住民全部都跟着我们的姓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中国名字啊，所以他们全部都改成像全部，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一个的什么啊，李家庄、黄家庄什么，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当初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原有的姓名，你就可以知道中国根本没有统治过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原有的姓名。中国政府哈、正式确定大多数台湾人没有日本国籍，因为我们那时候皇民化之后，我们没有，虽然我们是他的领土，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归化日本籍，没有宣誓效忠，所以他确定说我们没有日本国籍。所以在1946年的1月10号，中华民国行政院以节参字第0379号训令，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受敌人侵略，丧失国籍，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的人民，从民国34年10月25号起恢复为我国籍。所以那天就是光复节。那这个是他自己定的哈，全世界不承认的法令。那当初全世界承认的法令是什么？下关条约，台湾跟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所以什么？叫受敌人侵略，丧失国籍，什么国土重光，这些都是他在放屁哈。第四个，1946年2月9号，中国政府通令内政部函告全国，上相认定。1946年10月19号，中国政府禁止台湾人使用日本姓名。1949年10月1号，中国共产党武装政变成功，中华民国被消灭，成为流亡台湾的武装难民。他那时候是美国要求中国来代理占领台湾。所以他那时候成为武装难民之后呢，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合约生效，日本跟流亡在台湾的中国政府签署日华台北条约，这个现在已经无效了。当初那些一个一个的阶段，一个一个阶段，让他到后来可以改变台湾人民的国籍，全部变成中华民国国籍，然后不被全世界承认，我们台湾开始就进入无国籍的状态哈。这个重点在什么？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投降时间点，哈，也就是日本跟中国在1941年12月9号之前，哈，所签订的条约，包括马关条约，1945年8月15号以后都变成无效。但是国际法有规定，马关条约已经被执行完成的事实，例如赔款、割让，这是国际法的规定，是国际公认的事实，没有办法改变。除非战后条约明示台湾被处分的事项，否则台湾已然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谁也不可能改变台湾法理地位一定的现实跟事实。我们有没有常常听到一句中华民国在讲法律不溯及什么？法律不溯及既往嘛，不是吗？法律不溯及既往，他都会这样讲。那当初1895年定的法律，他要用日华和平条约去溯及既往，有可能吗？不可能。这在100多年前，1895年到现在几年？为什么台湾今年会变？1895年是甲午战争，对不对？那今年呢？台湾是进入什么年？甲午年，哎，这是一个很好，而且4月1号对日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的变更哈。所以就本约哈目的，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被认为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经施行将来可能会施行的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一切的台湾的及澎湖居民，以及前属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该被认为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已经施行将来可能施行的法律规章登记的一切法人，条约所称的已施行规章法律，应该就是1946年1月10号颁布的恢复国籍的训令。该训令的内容，台湾人可恢复国籍的资格是原有我国国籍、原来大清帝国国籍的臣民、原来大清臣民在台湾割让后，日本依照国际法给予当时居住台湾人民2年思考期，自己选择要不要留在台湾的成为日本人。2年之后，大清臣民已经失去中国身份，成为日本国民。这些人民应该不受台北合约第十条的约束范围。换句话说，依照中华民国法律规章，原来已经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台湾居民，就变成没有办法变成中华民国国民。我念得很快啦，各位再仔细去看一下。你当初，你只要在日据时代，你有日本的户籍，或者说你父母亲是日本的名字，你就是本土台湾人，你就是日本的本土台湾人，这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因为你已经经过2年的思考期，你愿意成为日本的国民。
那个当初他的那个宪法那边写是日本国民，在大我讲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不是现在日本宪法。1945年的8月15号，台湾已经是日本国民了，法理上已经是日本籍，只是目前属于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跟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毫不相关。他讲的日本国民啊，这里要特别强调，不是现在的日本宪法，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是最早孝庄天皇那个宪法啊。所以在1945年8月15号这没有日本国民、没有成为日本国民的台湾人籍，后在法律上属于无国籍，也不是中国人了。美日太平洋战争，日本放弃台湾，美国是唯一被征服唯一的征服者。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在台湾及后代在法理上，美国在台湾哈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在台湾的美国军政府还会撤销。美国应该依照宪法规定，要发给台湾人美国国民非公民的旅行证件。这一点，2008年3月18号，美国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在林志森那个美国政府案里面已经宣布很清楚，台湾人没有国籍，台湾人现在没有国籍，台湾人也在政治炼狱，这是目前台湾的状态。所以你要了解，好，那个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的官网，你看一下官网，我让各位看一下官网哈。好，拉到下面那个我们的战争史那边，你会看到我们的迎新会啊哈，然后我们的那个新年的那个嘿，然后这里就有提到每天都会有，哎，在哦这里。所以292篇、293篇、294篇，这里有台湾人的真实历史啊，不用开了，不用开。他从大清国说起啊，从1683年打败郑成功啊，这里他这里在讲整个台湾的那个真实历史啊，对外国人的定义。然后日本是先有天皇，才有宪法，所以日本天皇非从属于天皇制定的日本人民之一。哎，这里面写得很清楚，所以各位去看就会了解了。那我再告诉各位哈，我们在中国受68年，秘书长告诉各位，现在要开始改变一些观念，改变什么观念？我们先看信任那一篇，信任。包括南京大屠杀，这里面有写到啊，南京大屠杀里面都是中国国民党干的，然后这里面嘿，然后都那个嫁祸给日本人哈，来。台湾目前整个台湾对中华民国政府不信任，台湾对这个消费对厂商不信任，但是消费者的习惯都是厂商教育的，那我们对这些厂商不信任，所以台湾现在变成一个一直向下沉沦，我们现在就是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我们要让台湾开始向上提升。不管你信不信因果，切记举头三尺有神明，耍小聪明得利的人其实吃亏吃大了，当信任瓦解，社会就崩溃了。这是里面在讲的很重要的道理。像杨慧茹，台湾人对他歌功颂德，他在占小便宜，他在这个走邪门歪道，这个在日本、在美国、在德国都不会发生。杨慧茹几年前跟信用卡公司动之大胜，获得社会人士的称许，各媒体封他为卡神，开网络顾问，在媒体上打知名度，嘿，一个中国信托，用那个红利点数乖霸王版那款，逼着认为一个是非不分、道德低落的社会，才会把类似杨慧茹的行为视为英雄之举。在美国，你去商店买东西，你不论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还钱。有些人是7天，有的14天，有的是一个月。所以有一些很聪明的台湾人、很聪明的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就会用他的方法，钻他的漏洞。台湾人跟很多的大陆人要出席重要的宴会，就会去买一套名牌的衣服，然后穿去赴宴之后，不要弄脏，再去退钱。美国商店还有一双好康的是，买贵了可以退差价。有些人就趁平日，不打折，但尺寸、颜色及齐全，把货品买回来，等到大减价，再把收据拿去退差价。这些都在占小便宜，然后你就开始练习，练习怎么样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对国家信任瓦解，中国人就会这样。中国人最习惯，就是他不信法律的啦。他只相信有关系就没关系，他相信也可以钻法律漏洞，他相信可以走后门，所以这是中国的。我们现在把这些观念都改掉，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执法会比较严格，我们公务员自己要很清楚。各位来到这里受训，一直不断地告诉各位，你如果犯法，不是鞭刑就是死刑，我们就有2种刑法，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要开始提升自己的道德观念。我现在让各位知道，那个是
政府对人民的信任，对你们公仆的信任，我们信任你们，你们信任我们，台湾就更好的运转。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对到处 宣扬自己的聪明，甚至纳闷为何众多别人那么愚蠢，不会钻这个漏洞，把占人家便宜看成聪明，把干跳当成能力强，把挑拨族群看成和解共生，价值观完全错乱了。从卡神，那个他想到了股神巴菲特，许多股友在讨论巴菲特的选股标准，往往忽略他一再强调的，他非常重视一家 CEO 的诚信，不够正派的公司他绝对不考虑。他重视那个诚信哦。有一个中国人哦，到法国去念书哦。他一去法国，他发觉法国的地铁、法国的捷运，通通不用验票，也不用买票，自由新政，也不会查票。伊讲安尼，我报喜啊！我来这读册四年，逐工坐地铁免钱，坐高铁免钱，坐啥物因为袂验票嘛。我若卖红掠着就好啊！一出社会，他很得意，哈、哦，因为他很聪明，他四年来都没有花到交通费。他去应征，每一个公司刚开始看到他履历，哇，太好了，你中国人，你也在帮我们拓展中国市场。可是呢，大概过了两三个月，都没有下文，伊拢无都摕到这个聘任证书，伊有一个冻袂掉啊，一家跨国的公司啊，伊讲恁公司，恁公司明明吼，恁的主管讲你足需要我的，为什么你袂甲我录取？都走去找因的头家哦，因头家讲，哎、欸，奇怪呢，你的条件遮好，法国的名校毕业可以帮我们拓展那个亚洲市场，那不要用你，伊就看，看完伊就讲。你有两次逃票的记录哎，哎，英阿姐一共两次而已，又没有多少。他说：“根据我们的观念你第一次逃票是刚来法国，有一次被查到。他总共做了好几千次，这被抓到两次嘛，他说也很少嘛。他说那个公司的高级主管跟他讲说，你刚来我们会认为刚来被抓到嘛，认为你不懂得买票没有关系，但是你过了一年你又被抓到一次，我们认为这一年来你根本没有买票。”我们派你到中国，我们把所有权力交给你，可是我们不信任你，我们怎么用你？因为你会钻法律漏洞，你会贪小便宜。所以他能力再强，他没有道德。所以你不要看哦，人地走天地看哈。你很多做的事情哦，你会发觉你很多事情，你以后会经手很多的款项，你以后会有很多的权力。你到底怎么去？你是以德报怨，还是你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你还是你是贪小便宜，还是你用那些不当的手段，早晚都会被抓出来。今天你会钻法律的漏洞，明天你掌权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去修改法律啊？你有没有看马英九把那个什么必要之恶什么特别费什么全部修改法律？因为他所以不用被关，阿扁也都要用关，这样公平吗？让自己的违法，他修改法律，让自己的违法变合法。这几年来，我们看了太多这种例子。你看当初那个林义士，高公博，我们丢，到现在他不承认呢，有够不要脸的哎。一个像杨慧茹这种心态的人，在记者会上还以称赞现任雇主的方式来贬损曾经拒绝录用他的人，这种不会让人太奇怪了。十年前，他带三岁的儿子到美国旅行，寄住在亲戚家。亲戚拿一个全新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说：“这里规定儿童一定要坐汽车安全座椅，这个给你用，因为借来的，不要弄脏，我要还人。”两个礼拜后，我还给他，他拿着半新不旧安全座椅到量贩店办退货，店员一声不吭，全数奉还。亲戚得意地对我说：“美国的商店啊，两周之内可以凭发票退货，我们常来这里借东西，有些大陆人甚至连电视都会去借呢。”看两礼拜半等于便宜，够换几台新的。你说美国人笨不笨？无条件退货的漏洞这么大，他们竟然都不知道。第二年他到日本。在当地做事的台湾朋友招待我，出入都开车。伊问讲：“哦，东京唔是足歹停车？”伊讲无遐严重啦，政府规定吼要有停车位才会使买车，东京，所以车吼无你想的遮济啦。伊讲：“哇，安尼你有停车位哦，已经足贵的对无？”伊讲：“你若甲日本人同款足戆的呢，先租一个停车位，车挂牌了，甲停车位退掉，安尼无解决啦。”几工了吼，日本朋友甲伊交代，伊剩吼变坐行路坐地铁。伊足客气的讲哦，东京哦，骑车介简单，骑停车位介难，所以哦，委屈你坐地铁。我吼，甲伊讲哦，破解之道，伊甲迄台湾人吼，甲讲的吼，甲破解。无想着讲哦，伊听了伊无种欢喜的，伊敢笑笑啊讲哦，若要弄空弄胖哦，其实拢有啦。
阮母啊吼，住伫真卡，我把户籍迁过去再买车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我就住在东京，没有停车位却买车，左邻右舍会怎么看我？开车上班我怎么面对同事、上司以及正派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美国商店无条件退货机制跟日本到处有漏洞的法规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当信任瓦解，社会也不会会崩溃。因此，他们可以容忍政客做错事，却不容许政客说谎。你会使做唔对代志，但不过你袂使讲袂惨。台湾呢，现在开始才慢慢查到大同长期到底有多少的那个油，之前为什么查不到？因为高胜利一直不愿意承认嘛，一直骗嘛，到尾啊，叫人关起来啊，金牌家伙我都查得出来。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政商关系良好。台湾哈。假到真实，真亦假，每个人都虚虚实实，整个社会在怀疑的基础上运作，即使是防弊重于心力，结果还是该提去赔了，该硬去赔。你没戏嘛？你不看那些很多股票公司那个，到现在一个被放出来了，他十亿人间蒸发，找不到钱，他就换了。我十年，我换十亿，那袂好。我讲，可能一年赚几亿，我叫人乖十年，那十亿拢我的。啊，你看像那个海军那个引擎方面那个不是放出来了吗？对啊，那还有多少赃款追得回来吗？人都已经放出来了，他想尽办法也偷渡到国外去享受他的退休生活了。中国信托的信用卡遭卡神套利百万元，社会就站到卡神那一边。信托跟信用难道是反讽个人想法、思想行为？而个人信用又可以扩及到影响企业服务社会运作？我记得我到罗马搭地铁，发现有售票机没有验票机，当场起了疑惑，到底要确认乘客有没有买票？那样地铁就不是铁定亏钱。我们的习惯想法总要替自以为聪明的哈贪小便宜的人寻求应对之道。对意大利人而言，我们会问这种问题才奇怪：搭车为什么不买票？乘车怎么可以不买票？两方当下想法有了差异。你哪怎样哈？真的知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要买票搭车？可以，因为的确可以入站，但是你要确保不会被富有正义感或者鸡婆的意大利人发现，因为他会去举发你，罚款是车价的好几倍，而且丢来丢到国外，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你要建立一个哈，像日本人在台湾建立人民跟政府的信任基础，建立信任基础不容易，很重要。所以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以后你要让你的部属信任你，怎么去做？以后我们都会教各位，有错你扛，让他们尽量去做错事没关系，他们就敢做事。台湾现在政府不一样，中华民国政府有错都是底下人的错，我都会在这个位置上，我坚决不退位，我又没有错，我那个监听又不是我，是马英九叫我去监听的，所以我打死不退位。有错下面的那个检察首长退位了，所以有错下面人去扛，你以后要练习。不用担心，我常常也跟我们的伙伴在讲，有错我会帮你们扛，你们尽量去做，做错没有关系，这样就有信任基础，他知道你会帮他扛，他就会 很敢去做。你要当一个好的领导者。路走对了，我们在做对的事情，不怕遥远，因为早晚就会有结果。在纽约有一次参观大都会博物馆，付了钱，柜台给我们一个十元台币大小的金属片门票，两条夹子，让我们别在衣领。也朋友改工参观随时可以出来，要进去门票不用缴回，可以凭原本的门票再进去。确定不再进去参观，就把门票丢入门口的亚克力玻璃柜。他连回收都没有回收一共门票的形式颜色每天晚上没有。他说会不会有人把门票带回家，过了几天再来，或者十个人进去买五张门票，其中一个人把门票带出来给其他人。朋友大笑说。敢那有恁台湾人安尼想啦？美国人想法足单纯的啦，入去就是爱买票啦，美国刚入去吼，大概门票，美国入去就把门票缴回来。基本上美国人相信大家都守法道人，所以门口工作人员很少。我觉得很惭愧哈，我们的防弊多于心力，钻漏洞的念头竟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现在教给我们的钻漏洞。我们现在都会钻漏洞，不是常有讲吗？那个。你闯红灯，然后交通警察问你啊，你为什么闯红灯？难道你没有看到红灯吗？啊，我们都会怎么回答？有啊，我有看到红灯啊，可是我没有看到你啊，对吧？因为我没看到你啊，我若看到你，我都不会闯了。为什么？因为你给我开罚单嘛，钻漏洞啊，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啊。他最近帮台积电上课，发现台积电的餐厅跟科学园区厂商一样，采用外包模式，
干净、整洁、明亮。不同的是，餐厅没有人帮你打菜，要吃什么自己来。发水果地方贴了一张纸条，每个人先拿一袋洗好切好的。入口处很少人会代管，连餐厅自己用识别证刷卡，月底自动从薪水里面扣除掉你吃的多少东西。一个台积电副理告诉我，有一个员工被抓到吃饭没有刷卡，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开除了。这就是信任，就跟你没有买票一样哈。当彼此的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方便，成本下降，工作越愉快。相反的，彼此猜忌防范，不用抄啦。各位如果需要这些资料，都可以去后面抠，你拿 USB 都可以抠，我所有资料都公开的。各位亲爱的伙伴，你是否发现你周遭的朋友、同事处于信任环境里面，做事起来都非常有效率，默契十足？处于猜忌跟不谅解，大家斗来斗去，任何事物进展都很不顺利。你了解这个道理，从现在开始把你的心打开，用开放的心情、信任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伙伴，你会刚开始发觉。所以我常常告诉我女儿，你会发现你常吃亏，不用担心，吃亏就占便宜，你做的事情永远人家都看得到。哎，真正有能力的老板都看得到你在做事情啊。如果真的那个老板都看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再去换一个看得到的老板。大家防来防去，因为你的伙伴还不习惯你的处事态度。记得坚持，对的事情就要坚持，坚持才能天长地久。哦，因为我时间关系哦，最后如果你可以上网去找那个俄罗斯的解放以后五个想不到，让各位知道人家政府可以做到这样子。这是秘书长最经常在谈的，他们念书哈，不用钱，哦，他们吃饭不用钱，他们受教育，他们一大堆的那些让中国的领导者都想不到俄罗斯为什么可以这么进步。哦，这就处于社会上信任的哈。你放最后放一下那个，让各位看一下，这你上网都做得到。这个标题，俄罗斯解放以后的五个想不到。哎，解放，泰森，解放俄罗斯那个什么？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有放，让各位知道，现在距离执政越来越近了。各位越来越了解各位该做的事情，你要把法理收堵，哈，解体又俄罗斯想不到哈，想不到人民住房不用钱，想不到用水没有水表，想不到看病不花钱，想不到教育还倒贴，哈，这是日本的社会福利哈，想不到失业要批准，哎，这是想不到的事情，这是你上网都可以看得到的哈，普京的讲话为了震撼全球的华人。为什么德国总理那个美国的国务卿到中国，他们都会吓一跳？因为中国太习惯那种官场文化，他们却很朴实，因为他用人民的钱，每一分每一毫都很小心谨慎。你以后也是用人民，你是公仆，你用人民的钱，你要很小心谨慎。你真的要练习，我们常在讲，拨给你10亿，你可不可以做到12亿的那个扩大的那个？不像现在你拿到10亿真正做到事情，做到事情上面可能3-4亿，所以你要练习。我怎么样把我的价值极大化，把我的价格极小化，这是各位慢慢我们公仆要去练习的。你如果真正为台湾，台湾越来越好，你真正进入善的循环，每个人将来都不愁吃不愁穿，你的下一代也都有希望有未来，不会像现在偏差分为中国人跟本土台湾人，他们只教育中国人不教育我们，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希望今天的课程对各位有些收获。我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心下课休困10分钟。